2023台湾美村田中马拉松在一月十二号要来起过了。七号早起的记者会，除了宣布选手之夜演唱会卡数阵容以外，也来分享摕到全国头一张碳足迹查证认证比赛的好消息。再来颁发着感谢状，感谢富邦金控等赞助单位。简单的起跑仪式宣布今年的田中马拉松赛事将要伫在十一月十二号礼拜日登场。馆长王惠丽表示，真感谢包括富邦金控等赞助单位来协办这场上有人情味的赛事，也让这场赛事成为全球唯一上受欢迎的马拉松。我在这边特别谢谢所有的赞助单位，因为大家的赞助，让我们本来就非常有人情味的这个田中马，从我们过去可能大家没有什么资源，用锅碗瓢盆开始打，打到现在有我们在地的一些非常好的表演，也就在各个路跑的一个中间点哦，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呈现表现，有萨克斯风啦，有地方的这个舞蹈啦等等，非常非常，这个也是全世界最热情的一个这个路跑活动哦。主办单位指出，这场赛事预计将会吸引超过万人入来田中镇，还有参赛选手甲亲友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台湾铁路局加开了这个加班车，那也欢迎多多的搭乘高铁，那彰化高铁站就在田中，那我们在高铁站也准备了十部的接驳车，所以呢你可以放心的把车子停泊在我们的高铁站，大概每三分钟都会有一班接驳车开往会场。馆长王惠碧强调，虽然田中马拉松的报名是开放到秒杀，无报到名的乡亲嘛，赶快的当来参与。按在何礼拜六开始，就一连串的活动会当参加。多张新闻，丁向雄华采访报道。